来，今天看一下我们第一堂上课要培育蜂后哈，所以那个蜂箱今天有点恐怖，你看那个蜜蜂满天都是，是很危险的。所以现在我们要制造一个气氛，就是说让他们感觉不到那个蜂后的存在，我们的蜂箱就会跟它360度倒转，然后另外一个入口就会在第二层，然后真正有蜂后的在下一层，所以我们要制造上一层上面是没有蜂后的，所以就让那个蜜蜂感觉到他们没有蜂后在上面，所以他们就会制造那个窝穴。这个是我们的元老 Jeff 做了34年了。 OK， 大概是这样子，等下一个小时过后我们会回来取蛋，然后放到他们的第二层上面去给他们去培育，然后等4天过后再来检查。现在他们已经盖完那个 Queen 了没有，然后 Queen 就会孵化出来， Queen 大概16天孵化。这老师的人蜜蜜蜂都很 crazy。 OK， 我们等一下下个小时再回来看看怎么样。